国了。因为搭了红眼班机，所以我们一大早就已经在这里了，几乎整个晚上都没有什么睡觉。现在是早上6点，迎接清晨第一个太阳。那我们现在在帕塔亚。是我们的饭店，从饭店这样走出来可以走到我们的私人海域，超赞的。我们搭了17分钟左右的泰国 Uber， 叫做 Boat， 来到帕塔亚的港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出海了。很特别的是我们搭了17分钟，然后车资才135泰铢，车资好像有点便宜到我以为这是5分钟的车程，就一上车才发现哇，要开17分钟。那我们现在在港边啦，然后要去买早餐船票，然后准备出海去格兰岛。泰国第一站就是来 7-Eleven， 这里什么都好便宜哦，有热压吐司，就感觉最划算的是泡面，14块，14块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最有名的小老板海苔，然后各种海苔。海苔天堂，各种什么沐浴用品啊，然后什么化妆品都有。你以为你是来逛 Seven， 结果你来的其实是保养，超扯的。泰国第一餐吃泡面，哈哈。我们现在要去搭前面这台渡轮。渡轮跟快艇的差别呢，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时间跟金钱。Time is money， 所以呢，你如果搭快艇就会很快到格兰岛，但是渡轮的话相对就比较慢一点。但是渡轮很便宜，一个人只要30泰铢，然后快艇的话一个人是150单趟，所以就差蛮多的。它在港口这边会有时刻表，就是你可以来看，它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会有一班的航班。它的船还蛮大的，可是现在人超多。想去吗？不太确定上不上得去。店了，现在是一个拥有自己舒服海域的地方，不用在这个葛兰岛跟大家人挤人，拥有自己的海边空间，
哇，打给 Kiko 啊！好平，奔向我们的海。好舒服的，这边都没有其他人。饭店的游泳池除了有两层楼之外，它是有滑水道的，超赞！我刚才已经滑了两次了，现在要滑第三次，好开心啊！这个真的超好玩的，看一下前面这边滑水道。Hi, I'm here again. Okay, go. 超级好玩。我已经完全爱上这个滑水道。有点佩服自己，吃得好累，吃饱喝足，大大满足。现在回饭店喝酒吗？还是去？还是要去？那我们下一站见。我每天都会吗？还是哪一种药？每天都抽一个。我跟你看，吃的很好。我们要来大麻软糖的 first try。听说这个吃下去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嗨，来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刚刚去那一间 Me Too， 还有做大麻手册，还是中文版的，中文版超夸张的。有任何使用情境上的需求，在这个使用手册上都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大麻，而且刚刚那个店员也超认真跟我们介绍，他有新手注意事项。一整夜继续来我们饭店外面喝酒。 Cheers。 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早上的行程是来参观老虎园，超帅的，就是在帕塔亚这边，它整个园区里面就只有老虎，然后有分小中大老虎，那我们现在要去跟最大的老虎拍照，因为我们门票方案是选了最大只的老虎，然后可以跟它合照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在前面拍比较可怕，因为他一直看。对啊，他一直用一个凶狠的眼神看着我。啊！
么意思？他想被抓，他想被抓肚肚。你是不是想被摸肚肚啊？对啊，超像猫咪的。你看他在蹭，他在蹭。第一次坐这种车，我们现在要去 Floating Market， 泰国这边有名的水上市场。但不是只有一个有名啊，就是蛮多地方其实都有水上市场。然后我们刚刚从老虎园出来，就直接被拉上车，问我们说要不要去 Floating Market。我说 OK OK。是水果，但其实是香皂。山竹冰，来个芒果糯米饭。十二月还可以吃到芒果，太幸福了。的附近，然后我们要搭 mini bus 回曼谷了。搭车的话，一个人是160泰铢。今天我们请你的大咖，就是说分成什么 mini bus， 蛮划算的。跟 Pattaya say goodbye。搭了快3小时的车，终于回到曼谷了。超久，搭了快3个小时，然后一会儿去 check in 放我们的行李，再出来，然后来这边随便找到一家餐厅，终于可以开始吃东西。现在已经还有9点半了，对，都快没有店可以吃了。吃饱饭来逛 Big C 超市，就是很像我们台湾的家乐福这样。然后我们要来采买一些泰国零食，哇，海苔墙，我就跟你说从这里下手就对了 ，Snack Roll。大早马上再来一杯能量泰奶。我们刚刚也换好泰服了。不用怕说你的男朋友不会拍照，因为